厢房里来了。
我这儿又不是衙门，断不了这段公案。哎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婆家去。不，我偏不。爹，你们把我留下来吧，我什么事情都肯做的。班长，你看这。金师傅，你也是个闯江湖的，你说可以留吗？妈，我们阳春舞台以后还想不想到这一带台基来唱戏？来，去去去去去，走，爹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班长，你慢点。哎哎哎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？你别急，你听我说嘛。你看呢，这孩子聪明，一定能出山。你看。他两个眼睛会说话，身材也不错呀，是块好材料啊。好吧，我和尚阿心耳朵软，好说话，不过话得三多六面说清楚。秦师傅，是你应承下来的？好，我承担。是我女儿月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朱春花。话就这儿，哎，你要记住，官书上写的明白，生老病死是格归天命，三年学艺，四年帮唱，啊，懂了吗？快点快点，宴席开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这样打扮出去，人家就认不出来了。嗯，他叫邓小香，唱小花脸的。
好喜来啊，送来喜帖报喜讯啊，恭喜你的一路的暖洒下唱得真好。哎哎，找到好生意了，你三老爷要我们到他家里唱戏去。陈宽，月红，赶快打扮打扮，马上给我走。说大家辛苦了，先回去吧。留下邢月红后边领赏。来吧，又不是大姑娘上轿。您谢谢三老爷，邢月红心领了。等等，邢淑梅，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，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。别走，邢师傅，木头船过坝，这道关总是要过的嘛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就是那个唱小生的，是。你来，你来，走，走，走。走，什么事情？哎，你先请到后边吧。走开，哟。
好说，有话好说呀。上面只要个行月红，你放手。哎呀，哎呀，警察全扔了。去你呀！啊！师傅，快走吧，过来都得。程姐，小香，快扶师傅下船。警官老爷，有话好说，等一会儿我把人送来就是了。走开，把这抓起来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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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样。本所应乡绅所请，取替女子维系，维护社会道德，为民众所赞颂。据料女戏子朱春花藐视国法，即纠众闹事在前，负殴打警察，致伤于后，法纪难容，民情难平，姑念初犯，从轻处罚。本所判决朱春花示众三天，以儆后效。这是我付你俩以防万一的性命钱。好嘞，只好我去借债，替你们擦屁股。就是你的家了，是我婆家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春花。Yeah.
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，千万秦叔，我们借的这些钱怎么还？不用怕，大不了像戏文里的卖身葬父嘛。哎，也说不上是卖身葬父啊。我班主替你们借的是3年唱戏的包银，真是机会难得呀！从此好到上海去唱戏了。班长。我们哪一天动身到上海去啊？你也想去？上海倒是个花花世界呀，大马路都是用金子铺的。不过上海的戏馆老板呐，挑的是阳春舞台一生一旦。阿西树，我们走了。留下姐妹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聚在一道，在乡下唱吧。阿信叔，小心！替你们送行，吃了这碗元宵。Thank you.
我找唐老板。你是唱小旦的，你是唱小生的，是吧？唐老板，你真有眼力啊！啊，谢谢。好吧，先试试看。看看台上的苗头再说。好好好，快谢谢唐老板呢。上台了，你快准备啊。哪里找的这两棵摇钱树啊？还好你老兄在钱庄帮你给小姑娘拉了场面呢。我将你一封绣子配娘们，好气好气。君子夜来怒气腾，自上有字不敢许多年来。神父丧父，他父丧。你预备打我怎么样？这个嘛，你自己识相点喽。手段可真毒辣呀，你不能欺人太甚。我又没有叫你吃亏。你有情我有意，我已经把你捧上越剧皇后了，你这笔账早就收支相抵了呀。恭喜恭喜，唱得好。好，唱得真好。Thank you.
姑娘。啊，经理，这面镜子啊，可吃香了，是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外甥送你的。好，来了，朱小姐，这出戏啊，观众一定大有胃口，好戏。汤经理，啊，怎么样？我听水花姐说过这出戏，我不太喜欢。哎，只要看戏的喜欢嘛。朱小姐，人靠人捧，也靠戏捧啊。要红就红他个半半天嘛。我们总要给看客有新的噱头啊，是不是呢？戏卖做好了嘛，水涨船高啊。我唱青衣的呀，戏路子不对。啊！秦小姐。嗯。朱小姐不大合潮流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合潮流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春花姐不想唱，那不唱也好。好吧，那就改日再谈。今天先发包银啊。点点数目啊，会不会多给了？恭喜恭喜啊，领包银了啊。阿新叔，你借的那笔钱让我们白白的唱了三年戏，我们还是第一次领包银呢。你现在的包银还不够用，你先拿着，以后还给我好了。不，你也还是第一次拿包银呢。老爷，太太，做做好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化妆。我是找呢。真是。钱大奎，钱大奎，这笔钱怎么样？我前几天不是付过利，过年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连本带利一起还不行啊！春华，快过年了，你这位兄弟啊，是我们低端上的，想请你们照应照应，唱个堂会。快过年了嘛。是啊，靠山打柴，进河摸鱼嘛，小意思，想弄点外快啊。是。阿新叔，你知道我是不唱堂会的呀。好，你还不晓得我扫兴阿炳，我是金口不开，开口不改。我们台上日夜两场，中间还去唱电台，再要唱堂会，我们到底不是牛马呀。好，蛮好。朱春花，我告诉你，我扫兴阿炳。是干嘛？很好啊。朱小姐啊，沈干妈是特为来看你的，请坐吧。请坐。好，敲定了。朱小姐，沈干妈有意收你做个过房女儿，这身行头算是做个见面礼。快叫什么嘛？那我带春花姐收下了。妈，月红。好好好，孙干妈，请前面看戏吧。你真糊涂，拿得不清不白的，你给我去还掉。你干啥？哎呀，春姐，在上海找一个靠山还是要的。里的方清是个穷秀才，用得着每场戏都换行头吗？看看喜欢这个，大惊小怪。风不吹，水不动，怪我们自己在台上开的风气。服装总是要换的了，像你这样一年到头翻来翻去就这几件行头，也太过分了。果真这样，怪不得看我什么都不顺眼了。我心想，上台行头多，下台衣裳多，平时朋友多，那是为了在大场子唱戏，不让人家看不起，这有什么错？
就说门口挂牌子吧，我只求一个双头牌。现在这样挂法是唐经理拿的主意，这能怪我吗？这个什么眼红我，嫉妒我。听着听着，秦小姐有事要晚一点来。双世华，双世华，经理来电话叫你先唱一出开锣戏，快点化妆啊。唐经理，又涨价了，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唐经理请客啊。烫头发了，请您给签个名。春杰，喝酒了，玉红啊，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。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？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？这你不用问，我唱戏唱怕了，不唱了。你真的喝醉了？不，我才清醒呢。我决定嫁给他了。嫁给他？春姐，青春一过，有谁来收拾我们呢？所以，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。月红啊，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？他答应明媒正娶，还要替爹娘去做坟，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。不，你不能啊，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。哎呀，春花姐，马不能落磨坊，人不能落戏坊。强命不强，谁叫我们是戏子。出
找你们。总算又见面了，我们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。日本老和平军还有忠于救国军坏事啊，做尽做绝，现在的乡下是变成刀山油锅活地狱。不要乱说呀，反击啊。快开幕了啊，朱小姐，快点准备吧。哎呀，邢小姐，你怎么还没化妆啊？尤桂清，快，快，就来就来。哎，来来来，你们在这儿坐坐。小夏，金水，我还忘了恭喜你们呢。你们是患难夫妻，真情实意。准备开幕了啊！你们快歇一会儿吧。等我。哎，皇后上水花吗？你真的要跟邢月红做花烛夫妻？哎，我要收心归正了。哦，金屋藏娇啊，你真的不让唱戏啦？这还能口是心非吗？小滑头，跟我都不肯好事。哼，你不让月红唱戏，让春花金鸡独立，没有搭档，你这不是成心拆春花的台？嗯，杀着他的傲气也好。台上的梁山伯祝英台还能同逆女，台下我们就要分手了。小夏，你说我们姐妹一场能撒手不管吗？你说什么？师父，我们要把月红照应好。月红怎么了？月红啊，你是真的爱那个姓唐的？月红，还问这做什么？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花姐，是
翠花君在后台角落悬梁跳死了。你看看，翠花姐的遗书。朱小姐，你就凭这张破条子？春花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嘛。你不能一口咬定是唐经理的罪过，这他自己要寻死。唉，我又没有带亏他了。你没有带亏他，水花姐为你赚了多少钱？你喝他的血，沾他的身体，他寻死是你逼的，是他逼死的，就是他害死了水花姐。朱小姐，水花一时想不开，走了绝路，这我也是够痛心的了呀。你这样乱箭伤人，可不应该呀。唐经理，唐经理，别着急。我的天哥。为活着的不再受害，为死了的报仇伸冤，我什么都应该。你给我放水花姐的命来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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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水花是死的惨。我们做女人的，哪一个心里头不难过呀？可是春花，人死了，命是没有办法还了。好了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要唐经理把后事办得像样一些。哎，这话说得对，他是办后事了，总要对得起死人。后事啊，后事要办得好。我看呐。要买一口上等的楠木棺材，是吧？楠木棺材，我姓唐的百年之后还不晓得有没有那样的福气呢。唐经理，恶名难解，好字难得呀。水花虽说是自寻短见，可总是你班子里的人呐。这丧葬费嘛，我当然有责任了。哼，看着敢不认账。春花，如今第一步先要入土为安，有官司可以慢慢再打嘛。好，当后事我来做主啊！来，大家都出出主意。我说，死人身上要衣五领裤三条，哎，这有点害怕。里外都要绣花的。还要操作操作水花姐，再买几件灿烂化妆品也是少不了的。哎，那够了，请的走吧走吧，死人还摆在殡仪馆呢。哎，对呀，来来来来，快帮着我办后事去吧。哎，对，好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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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江波，你还想采访点内幕新闻呢？啊？朱小姐，你说我们报纸应该怎么样报道刚才这种情况？我想听听你的感想。
小姐，我心里也有很多感想要说。我总觉得拿木棺材是埋葬不了是非黑白的。今天不是谈话的时候，希望我们今后有一天能坐下来谈谈心。我没有给水花姐吐一口冤气，倒替姓唐的脸上贴金，我上了他们的当。春花姐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你心里有气，你哭出来，说出来吧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，还有人幸灾乐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，颠倒黑白，说长道短。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，大家还羡慕她，向她报喜？朱小姐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呀，只是说说心里话。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，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。商水花在临死之前，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，是棵摇钱树，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，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。朱小姐，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，为死了的报仇深渊，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。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，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，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，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能够斗倒他。
江先生，你介绍了几个电影和话剧，我都看过了。我们姐妹班真想学他们的呀。这是鲁迅先生笔底下的人物，他写出了封建制度下中国妇女悲惨的一生。他两次守寡，被人认为是不祥之物。看过的，这个戏啊，下星期才公演呢。啊，这么多人买票，买得着吗？哎，票买着了，一排的，呀，真不错嘛，整整等了三个钟头呢。哎呦，这么容易啊！潘委员为你们演出祝福这个事儿。心里很不高兴，让你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够让这个戏演出。老兄，日本人时候那个案子是潘委员替你了的，你要好自为之。你不是在家里觉得无聊吗？现在我决定给你组班子，让你出去唱戏。怎么样？我不想唱。回趟豆腐干。改不了的乡下人脾气，这叫东山再起。从明天起，练练功，吊吊嗓子，听见没有？大家听着啊，唐经理太太要出来唱戏了，这个戏馆要让给她唱了。
笑话其他啊，他头上出奖，我们的合同还没满呢。戏馆是人家的，成这种奇里古怪的戏呀、啊、班子早晚要散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卢某人是谁？他是共产党刚刚派来的。春华，我吩咐过了，让戏馆。不让。我们姐妹班要演下去，谁也抢不了我们的场子。你已经拿了金丽太太的定洋，还在这儿替他们唱戏呀、啊？玉红还没戏管呢。娘的，你想脚踩两头船，我怎么踢住你的腿？阿欣，你敢欺负人？你怎么打人？阿欣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凭什么敢打人呢？怎么到后头能打人呢？不像话！祝福信息啊，不唱也罢。你就不怕这封信？恐吓信只有一封，可是勉励我们演新戏的观众来信有这么一抽屉。留着它。你就是不怕，一定要演。可是场子，哎，人家拿着子弹来逼我们，这不去说他，就连自己姐妹玉红也来逼我们。老王，哎，我等着两张退票。太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走，票还有吗？没了。我有一张。哦，第几排啊？第五排。好好好。我的文康姐，你问究竟雨没雨？雨没雨啊？林大哥，朱春花对这个戏研究很久了，故事办好了，要是不听话就禁演，这事交给你了。你三你我到底有没有三姐？
你们看啊，我抢祥林嫂子的时候用了个鼓掌动作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这么一抢，那么一推，他就上了轿了，就。什么阔气，就是用金脸盆洗脸，我们也不会眼红。潇潇，谁要你叫？你里通外国，帮心旁的挖姐妹的墙角。潇潇，春姐，春姐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吧。经理，嗯，我想跟你谈点公事。我们的合同可还没满期呢。是啊，可是我们的缘分满了。社会局勒令停演，这我也无能为力。春花，春花，月红常远不登台了，如今东山再起，自己姐妹嘛，就算情量点园子。嗯，说的倒好听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只要你不唱这些破破烂烂的戏，我来说个人情，你们姐妹就两副班子合唱这一个戏馆。人情，做人做戏要讲忠奸分明，连忠奸都不分，还讲的什么人情？都是抬举。好，算我多管闲事。戏子。我们自己要有个戏馆就好了。哎，凭什么禁演呢？什么禁演呢？这戏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不禁演呢？这样的戏还演演什么呢？走开！是啊，走开！哎，你们在这看什么呀？看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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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今年的戏真是太不讲理了。这个小孩。
前，我们姐妹院唱戏，是吃错了开口奶。可是自从你讲道理给我们听以后，好多姐妹都从黑龙套里摸出来了。那是姐妹们在时代的熏陶下，时代要求我们姐妹上进，是我们姐妹自己要求上进。江先生，今天我真的是向你来报喜的。你看，我们上海的越剧姐妹要来一次联合大汇演，卖票的收入造一个自己的戏馆，这是份发起的合同。这么快啊？如今我们姐妹可真是心连心了，什么事情都好办。我们都说好了，上演的剧目就用你现在替我们修改的这个反暴政的本子。将来我们要是有了自己的戏馆，就可以在台上昂头作戏，在台下挺胸做人了，像唐经理那样的人不服也得服。春花，啊，协和戏院是个小舞台，眼前这个社会是个大舞台。姓唐的老板后面还有大老板，大老板后面还有美国人的后台，就是他们在统治着这个大舞台。如果这个世道不变，大老板不打倒，我们是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舞台的。春花，统治我们的大老板是不甘心退出这个大舞台的。目前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，越是我们胜利在望，也越是敌人走向死亡，他们一定会疯狂地挣扎，利用他们那套吃人的制度，是不会让我们痛痛快快演出的。那我们战斗的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，士气很旺盛。不过对付敌人还要讲究策略呀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潘委员找我。嗯，哼，胆子不小啊，这些女戏子如今也无法无天了啊。这局面你准备怎么收拾啊？朱春花一个班子我可以对付，现在是上海整个越剧界，这副担子我挑不起。你放明白一点，这是政治。戡乱期间，他们敢标榜联合，集团聚众，这不是小事情。何况，此人此事，与你也有关系啊。至于整个的越剧界，那好办，只要擒贼先擒王，把带头的，你有的是办法吗？潘委员，只要上面担尖子，这事就好办。可以啊，自己人吗？是要负责的。
推出一个和尚阿心是抵挡不住的。再说这种人未经世面，万一反嘴咬人呢？老弟呀、啊、这点把握我还有，可现在小辫子抓在人家手里，舆论实在凶了、啊。汝荣弟，我们是自己人，没什么话不可以说的。现在前线的战况不佳呀，上海是一定要维持安定，再要闹出一个什么风潮来可不得了哦。潘委员，这件事我可是凭你的一句话办的呀。嗨，这时候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？当面不会让我们睡冷铺地，已经有了指示。叫你老婆出面，就说是姐妹恩怨，这样一来此案无关政治，姐妹之间又可恩断义绝。这是一石双鸟啊。兄弟本钱有限，只剩这点老本了。那好办，将本求利嘛。法院里已经关照了，他妈的，这下可要朱春花的好看。反正死活要让月红出庭啊，这我还有办法。那心可不能软呢、啊。春花，你俩看你是月红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他们两个人我知道的。妙啊，真是奇峰突起，情节曲折呀。根据检察官起诉书，他确实是主使人吗？你不要害怕，本庭再问你，为什么邢月红要暗害竹春花？此事起因，是姐妹抢夺戏院，争名夺利，我一时糊涂，贪图钱财，受人利用，利用。这，你说的可是句句实话？我要有半句假话，若有好人，我天打雷劈！把王阿星带下去。带主使人邢月红，带邢月红。
艳红出庭。你不出去，我要你的命。是不是叫邢月红？你的籍贯、年龄、职业，你教唆行凶事实吗？丢失回报是不是你主使的？邢月红，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回答？快说！我替他说。邢月红，他不是主使人，他绝不会是主使人。怎么搞的？我怎么不明白的？尽管他鬼迷心窍，人鬼不分，他堕落了，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。我问被告邢月红，我问主使人。我明白，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，嫁祸于人，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。不许胡说！要邢月红做挡箭牌，拿到这里来示众；要邢月红带人受过，让凶手逍遥法外，这办不到。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！这是阴谋！你的狗是什么名头？我是天台狗门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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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
解放前，你总想有一个自己的舞台。反动政权不推翻，是造不起自己的舞台的。可是今天，我们的舞台多么广阔，它造在千千万万的工农兵中间。春姐，哎，来了。林大哥，我走了。范毛女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不行啊，演不好。演好的。听说月红就住在你们下乡的这一带，这次去一定要找到他。嗯，姓唐的逃到台湾去的时候，月红已经明白自己是走错了路。今天我们要给他重新生活的勇气。听说月红就住在这儿。哦，月红，月红，月红，他哪儿去了呢？you
红，于红。哎，水来了啊！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了吧？是啊。哎呀，你们的戏文做得真好，你们都演得像啊。好极了。白毛姑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小春花，哎呀，真没想到你的戏文唱得更好了，唱到我的心里了。小香，还记得吗？春花啊，我刚才看见月红了。是吗？嗯，他来看戏了。哦，你先坐会儿。红，春姐，我没脸见人，我好悔呀。回了家了，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，一定要重新做人。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，唱一辈子革命的戏。这做什么？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悬梁吊死了。
写的遗书，楚下贱，你就凭这张破条子？春花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吗？你不能一口咬定是唐经理的罪过，这他自己要寻死，唉，我又没有带亏他了。你没有带亏他，水花姐为你赚了多少钱？你喝他的血，沾他的身体，他寻死是你逼的，是他逼死的，就是他害死了水花姐。朱小姐，水花一时想不开，走了绝路，这我也是够痛心的了呀。你这样乱箭伤人，可不应该呀。唐经理，唐经理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的孙子。春花，春花，是你进来。快走，快离开这儿。走了。还来吗？这就是你的家吗？是我婆家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春花。秀梅，
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，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。别走，秦师傅，木头船过坝，这道关总是要过的嘛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好，就是那个唱小声的，是。走，哎，什么事情？哎，你先请到后面吧。走开，走。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呀！上面只要个邢月红，哎，你放手。哎呀，哎呦，警察全扔了！哎哎哎哎，去你啊！啊！师傅，程姐，小夏，快扶师傅下船！月红，快走啊！警官老爷。有话好说，等一会儿我把人送来就是了。走开，把这抓起来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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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你见笑吗？本所应乡绅所请，取替女子维系，维护社会道德，为民众所赞颂。据料，女戏子朱春花藐视国法，即纠众闹事在前，负殴打警察，致伤于后，法纪难容，民情难平，姑念触犯，从轻处罚。本所判决朱春花示众三天，以儆后效。这是我父你俩以防万一的性命钱。好嘞，只好我去借债，替你们擦屁股。只要上面担肩膀，这事就好办。可以啊，自己人吗？是要负责的。
出一个和尚阿心是抵挡不住的。再说这种人未经世面，万一反嘴咬人呢？老弟呀、啊、这点把握我还有，可现在小辫子抓在人家手里，舆论实在凶了、啊、鲁荣弟，我们是自己人，没什么话不可以说的。现在前线的战况不佳呀，上海是一定要维持安定的，再要闹出一个什么风潮来可不得了哦。常委员，这件事我可是凭你的一句话办的呀。嗨，这时候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？当面不会让我们。从前我们姐妹愿唱戏，是吃错了开口奶，可是自从你讲道理给我们听以后，好多姐妹都从黑龙堂里摸出来了，那是姐妹们在时代的熏陶下。时代要求我们姐妹上进，是我们姐妹自己要求上进。江先生，嗯，今天我真的是向你来报喜的。你看，我们上海的越剧姐妹要来一次联合大会演，卖票的收入造一个自己的戏馆，这是我们发起的合同。这么快啊？如今我们姐妹可真是心连心了，什么事情都好办。我们都说好了，上演的剧目就用你现在替我们修改的这个反暴政的本子。将来我们要是有了自己的戏馆，就可以在台上昂头作戏，在台下挺胸做人了。像唐经理那样的人，不服也得服。春花，啊，学武戏院是个小舞台，眼前这个社会是个大舞台。姓唐的老板后面还有大老板，大老板后面还有美国人的后台，就是他们在统治着这个大舞台。如果这个世道不变，大老板不打倒，我们是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舞台的。春花，统治我们的大老板是不甘心退出这个大舞台的。目前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，越是我们胜利在望，也越是敌人走向死亡。他们一定会疯狂地挣扎，利用他们那套吃人的制度，是不会让我们痛痛快快演出的。那我们战斗的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，士气很旺盛。不过对付敌人还要讲究策略呀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潘委员找我。嗯。春花。春花，是你进来。快走，快走。快离开这儿。走了。还来吗？这就是你的家了，是我婆家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春花。
去了呢？真好，你们都演得像啊，好极了。白毛姑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小春花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你的戏文唱得更好了，唱到我的心里了。小虾，还记得吗？春花啊，我刚才看见月红了。是吗？嗯，她来看戏了。哦，你先坐会儿。春花，春花姐，你可演得这么好啊！哎，你们看啊，我抢祥林嫂的时候用了个鼓掌动作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这么一抢，那么一推，他就上了轿了，就。什么阔气，就是用金脸盆洗脸，我们也不会眼红。小香，谁要你叫？你里通外国，帮心旁的挖姐妹的墙角。小香，春姐，春姐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吧。
是谁？是你，是他，是康。我要下去。唐经理。嗯，我想跟你谈点公事。我们的合同可还没满期呢。是啊，可是我们的缘分满了。社会局勒令停演，这我也无能为力。春华，我们地段上的，想请你们照应照应，唱个堂会。快过年了嘛。是啊，靠山打柴，进河摸鱼嘛，小意思，想弄点外快啊。是。阿新叔，你知道我是不唱堂会的。好，你还不晓得我扫兴阿炳，我是金口不开，开口不改。我们台上日夜两场，中间还去唱电台，再要唱堂会，我们到底不是牛马呀。好，蛮好。朱春花，我告诉你，我扫兴阿炳。是干嘛？都好啊。朱小姐啊，沈干妈是特别来看你的。请坐吧，请坐。啊，好，敲定了。朱小姐，沈干妈有意收你做个过房女儿，这身行头算是做个见面礼啊。哎，快叫什么嘛。我带春花姐收下了。妈，月红。好好好，孙干妈，请前面看戏吧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，拿得不清不白的，你给我去还掉。是姐妹抢夺戏院，争名夺利，我一时糊涂，贪图钱财，受人利用，利用这你说的可是句句实话？我要有半句假话，若有好人，我天打雷劈。把王阿星带下去。带主持人邢月红。带邢月红。
红赐平。你不出去，我要你的命。是不是叫邢月红？你的籍贯、年龄、职，记得吗？解放前，你总想有一个自己的舞台。反动政权不推翻，是造不起自己的舞台的。可是今天。我们的舞台多么广阔，它造在千千万万的工农兵中间。春姐，哎，来了。林大哥，我走了。三毛女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不行啊，演不好。你演好的。听说月红就住在你们下乡的这一带，这次去一定要找到他。嗯，姓唐的逃到台湾去的时候，月红已经明白自己是走错了路。今天我们要给他重新生活的勇气。
你是唱小旦的，你是唱小生的，是吧？唐老板，你真有眼力啊！啊，谢谢。好吧，先试试看，看看台上的苗头再说。好好好，快谢谢唐老板呢。上台了，你快准备啊！台上日夜两场，中间还去唱电台，再要唱堂会，我们到底不是牛马呀。好，蛮好。朱春花，我告诉你，我扫兴了。兵是干嘛？很好啊。朱小姐啊，沈干妈是特别来看你的，请坐吧，请坐。啊，好，敲定了。朱小姐。沈干妈有意收你做个过房女儿，这身行头算是做个见面礼啊。哎，快叫什么嘛。我带春花去收下了。妈，月红。好好好，孙干妈请前面看戏吧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，拿得不清不白的，你给我去还掉。春节在上海找一个靠山还是要的。
可是凭你的一句话办的呀。嗨，这时候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？当面不会让我们睡冷铺地。已经有了指示，叫你老婆出面，就说是姐妹恩怨。这样一来，此案无关政治，姐妹之间又可恩断义绝。这是一石双鸟啊。兄弟本钱有限，只剩这点老本了。那好办，将本求利嘛。法院里已经关照了，他妈的，这下可要朱春花的好看。反正死活要让月红出庭啊，这我还有办法。那心可不能软呢。春花死在汉人手里，月红，那不可能吧？是啊，他们两个人我知道的，他们还演这一年的婆家。妙啊，真是奇峰突起，情节曲折呀。根据检察官起诉书，他确实是主使人吗？你不要害怕，本庭再问你，为什么邢月红要暗害朱春花？此事起因，真好，你们都演得像啊，好极了。白毛姑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
春花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你的戏文唱得更好了，唱到我的心里了。小虾，还记得吗？春花啊，我刚才看见月红了。是吗？嗯，她来看戏了。你先坐会儿。捉到我们厢房里来了。
听着听着，秦小姐有事要晚一点来。双世华，双世华，经理来电话叫你先唱一出开锣戏，快点化妆啊。唐经理，又涨价了，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唐经理请客啊，烫头发了，请您给签个名。春杰，你喝酒了？月红啊，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，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？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？这你不用问，我唱戏唱怕了，不唱了。你真的喝醉了？不，我才清醒呢。我决定嫁给他了。嫁给他？春姐，青春一过。啊，经理，这面镜子啊可吃香了，是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外甥送你的。好，来了，朱小姐，这出戏啊，观众一定大有胃口。好戏，唐经理。啊，怎么样啊？我听水花姐说过这出戏，我不太喜欢。哎，只要看戏的喜欢嘛。朱小姐，人靠人捧也靠戏捧啊，要红就红他个半半天嘛，我们总要给看客有新的噱头啊，是不是呢？戏卖做好了嘛，水涨船高啊。我唱青衣的呀，戏路子不对。啊？邢小姐。嗯。朱小姐不大合潮流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合潮流。哦。春花姐不想唱，那不唱也好。好吧，那就改日再谈。今天先发包银啊。点点数目啊，会不会多给了？哎呀！在那边，快快去，快去！干嘛？啊！快回来！
哎呦，你这是你练怎么？往这边跑了，往这边跑了。哎，什么事？大概又抓童养鸡。我们不要管他。好好好，来了，我们来，我们来。哎，你的名人已经跑了。您看看进来，捉童养媳捉到我们厢房里来了。我这儿又不是衙门，断不了这桩公案。哎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婆家去。不，我偏不。爹，你们把我留下来吧，我什么事情都肯做的。范娜，你看这。金师傅，你也是个闯江湖的，你说可以留吗？妈，我们阳春舞台以后还想不想到这一带台基来唱戏？来，去去去去去，走，爹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范娘，你慢点。哎哎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气？你别急，你听我说嘛。你看呢、啊，这孩子聪明，一定能出山。你看。他两个眼睛会说话，身材也不错呀，是块好材料啊。好吧，我和尚阿心耳朵软，好说话，不过话得三对六面说清楚。秦师傅，是你应承下来的？好，我承担。当面不会让我们睡冷铺地，已经有了指示。叫你老婆出面，就说是姐妹恩怨。这样一来，此案无关政治，姐妹之间又可恩断义绝。这是一石双鸟啊。兄弟本钱有限，只剩这点老本了。那好办，将本求利嘛。法院里已经关照了，他妈的，这下可要朱春花的好看。反正死活要让月红出庭啊，这我还有办法。那心可不能软呢。春花，两汉子，月红，那不可能吧？他们两个人，我知道的。你
妙啊，真是奇峰突起，情节曲折呀。根据检察官起诉书，他确实是主使人吗？你不要害怕，本庭再问你，为什么邢月红要暗害竹春花？此事起因，林大哥，我走了。范毛女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不行啊，演不好。演好的。听说月红就住在你们下乡的这一带，这次去一定要找到她。姓唐的逃到台湾去的时候，月红已经明白自己是走错了路。今天我们要给她重新生活的勇气。听说月红就住在这儿。哦，月红，月红，月红，老板，
哎，你是唱小旦的，你是唱小生的，是吧？唐老板，你真有眼力啊。啊，谢谢。好吧，先试试看。看看台上的苗头再说。好好好，快谢谢唐老板呢。上台了，你快准备啊。他答
应明媒正娶，还要替爹娘去做坟，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。不，你不能啊，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。哎呀，春花姐，马不能落磨坊，人不能落戏坊，强命不强，谁叫我们是戏子。乡下有来找你们，姐妹们总算又见面了。我们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，日本佬和平军还有忠义救国军坏事啊做尽做绝，现在的乡下是变成刀山油锅活地狱。不要乱说呀，反击啊。快开幕了啊，朱小姐快点准备吧。哎呀邢小姐，你怎么还没化妆啊？尤桂心，快，快，就来就来。哎，来来来，你们在这儿坐坐。小夏，金水，我还忘了恭喜你们呢。你们是患难夫妻，真情实意。准备开幕了啊！你们快歇一会儿吧，等我。哎。